极乐世界生活的环境状况啊，我们跟现在这个世界一比呀，两个世界天壤之别。我再做一个比较具体的比喻哈，可能感受会更强一点啊。极乐世界就像黄金一样啊，闪闪发光啊。娑婆世界就像粪便一样发臭，不是发光啊。诸位忍者啊，你会伸手去拿哪个东西啊？啊，再撒一次那黄金呢？啊，这愿生极乐啊，每天起的念头、一言一行，都是积累往生的资粮啊。这是你真的分清楚这两个世界的状况啊！啊，假如我们每天不念佛，还在牵肠挂肚，那这个就是去拿大便了。啊，拿大便，你全身都发臭了，烦恼丛生了。哦，就好像拿这一愿来讲啊，国无不善愿，啊，不善的名都听不到。大家现在打开电视啊，台湾的电视很多都是在批评了，哎呀，都是不善的声音了。哦，所以你越看清这个世界啊，越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了。那我们最近啊，常跟大家呢。谈一个词啊，叫相应。相应啊，这一个世界呢，无不善愿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常常喜欢打听人家的不善的人能不能往生呢？哦，很好奇啊，一听到某某人怎么样，哎，我刚刚没听清楚，来来，再给我说一遍。这个要改掉哦，哦，包含有可能呢，听到别人不善了，哎，心里反而舒服了，嗯，不是我这样而已，你看他也这样，哎，心地呀，要常常关照啊。哦，所以格言别录说了。小人乐闻君子之过，君子耻闻小人之恶。君子不愿意听到小人的恶啊！啊，君子这个爱人呢，啊，就像我们《无量寿经》说：“于诸众生，视若自己。”听到别人恶啊，自己也难受，那更不可能去打听了，去谈论了。哦，所以国无不善，我们心呢也是不愿意去听不善，这样才相应。而且一听不善呢，心就不清净。清净佛土净啊，清净心才能跟极乐世界相应了。好，那下面经文啊是：所有众生呢，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。啊，这是第29愿呢。住正定居院呢？这个皆同一心，师长说了，
啊，看相的说啊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呢。那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的相貌都相同，为什么相同？心一样，什么心呢？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心。啊，各个人念阿弥陀佛啊，各个人心里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都变成阿弥陀佛的世界了。啊，所以念念不离本尊，阿弥陀佛啊，本尊是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成就了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能皆同一心，啊，皆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那我们自己的家庭。团体啊，我们的心行呢，都能依照《无量寿经》大家能够见和同解这样心能同这样也才能和，所以这个六合敬很重要尤其第一个其他五个是四相啊。第一条见和同学是理念，是思想、见解要相同所以我们自家自团体啊，不能依自己想的咯，要依无量寿经来做依经典来做实在讲啊，我们都要别人听我的，别人心里不服气的。不是听我的，听无量寿佛的，那大家没话说了。住于定居这个定居是正定居。这个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那个方法没有错啊。那他决定能成佛啊，这个是正定居。那还有另外两种呢，是邪定居跟不定居。邪定居呢，是修行的方法错误了，不管怎么样啊，精进修行啊，不可能成就，这是邪定了。还有一个是不定居，根性不定居，刚好缘分好啊，碰到正确的方法了，就能成就；碰到邪定居了，就不能成就众生现在理还没有透彻啊。也很容易受到缘分的影响我们也看到，本来念佛了，后来又受别人影响不念了，我们要引以为戒哦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不能错过哦，所以藕益大师说啊。真能念佛啊，不为他起，他起就是另外的路，歧路嘛，你走到其他的路去了，不为他起所惑，不为其他的路所影响、所迷惑了，这个人是大智慧的，他能选择这个法门呢，珍惜这个法门呢，好。住于定居再来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这个是第30愿
这个法乐啊，乐如肉净愿啊，这个阿罗汉证得肉净通了，肉净就是没有烦恼了啊，所以永离热恼，热恼就是烦恼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老实念佛啊，烦恼就越来越少了哈。啊，这个受用啊，不一定要往生才有这些受用啊。哎，现在好好念佛啊，心也会越来越清凉。好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他心地能得清凉自在。哦，当然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也不能去分别执着啊，我们才能得清凉啊。啊，老人家在这里啊，指导我们呢，要放得下，不要执着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老人家的行门10个字：看破放下，自在，自在才能清凉啊！自在随缘念佛。老人家这里帮我们看破啊，哎，人生很短暂啊，数十年寒暑啊，弹指即过。跟人相处，跟这个社会相处啊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很快就过去了啊。况且我们都已经中秋的年龄了啊，秋冬的年龄了啊，更快啊。哦，不能放不下啊，想开一点呢，不要那么计较。不要自找苦吃啊！一弹指就过去了。所以聪明的人呐、啊，我们要争取的是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、永恒珍藏啊！脑子不能昏了啊，要看得远啊！剩下这么短的岁月干什么？求得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！啊，老和尚说：“咬紧牙关，此生正无量寿。接下来的岁月这么短，能换个无量寿，太值得了。”哦，这个不难哦，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老和尚有去观察，认认真真、真心切愿念3年，消息就来了。现在这个世间这么苦啊！照理讲，我们求出离的心更切啊，所以应该3、5年了，会有消息啊。好，啊，老和尚在比喻给我们看呢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是过客啊，就好像住旅馆呢，啊，好坏何必计较？明天我就走路了。啊、哦，不能把它当做家了，家在西方哦，西方世界才是老家。啊，这个地方不是家，暂时住住，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人家对我好很好，人家对我不好也很好，就没事了。啊，其实人家对我不好啊，这个。债就还完了，就还掉了嘛，无债一身轻啊，也是很好啊。哦，哇，那这样呢、啊，心地就很清凉、很自在我很快就回家了啊，日子就过得很快乐，一点烦恼都没有，欢欢喜喜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心得清凉啊，老和尚也教我们方法了哈。
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啊，肉是烦恼啊，烦恼都尽了，哦，所以这个烦恼断尽了，像阿罗汉一样，但是智慧啊比阿罗汉更圆满啊，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。若其想念参寂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啊，第31愿，不贪寂生愿。啊，有些人怀疑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会不会有我执、有法执？哦，还会不会动这个念头啊？去想自己啊？这一愿说出来了，不会啊。弥陀本愿的加持啊，你不会再退转啊。如果说是再要贪念这个身相啊，那是执着了啊。贪寂生，首先见惑了。见惑第一条就是身见，啊、哦，那不是退转了吗？往生极乐世界是圆证三不退呀、啊，哦，所以保证了、啊、不贪寂生了、啊。哦，那我们刚刚讲到相应，这个不听不善没有。哎，这一愿提醒我们啊，不要贪恋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能放下这个身的执着，我们呢，念念为众生着想，于诸众生示若自己，这个身啊就越来越淡了，哦，能慢慢往啊。无我念念为众生呢的境界去契入，哦，那这个跟弥陀的本愿呢就越来越相应了。好，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啊，老和尚带着。我们在巴黎的百货公司参学啊，我不敢掉以轻心啊，走进去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啊，结果就看到一个女士啊，在烫头发，哇，她那头发烫得好高啊，我一。参学嘛，了解一下。他说已经烫了2、3个小时，哦，2、3个小时拿来念佛，不知道多好啊！哦，哎，我突然起一个念头，一个女人呢、啊，每一天花在脖子以上的时间呢、啊，要花多少时间？这第一个思考。第二，脖子以上每天要花多少钱？哦，所以这个不贪寂生愿呢，啊，对我们女性同胞来讲，挺提醒的一愿。哦，所以我们慢慢慢慢把这个身相放淡啊，这样会多念5000声佛。哦，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说，抢得一句是一句啊，不然时间就流过去了。哎，好。啊，我就分析到这里了啊，不分析太细了
哦，不然你看呢，脸上每一个部位都要花钱花时间啊。哦，所以好好念佛啊，这个佛光一照啊，保养品都不用花钱，啊，这样最好啊。啊，当然哦，功夫还没到的时候，啊，还是不能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啊。该稍微这个啊，擦点淡妆啊，不然会吓到人啊。哎，这个时候，哎，要斟酌情况啊，斟酌情况。哎，好，好，我们再看呢，下一段经文啊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。好，那这一愿呢？善根无量。老和尚提到了，因为每一个人呢，都是念佛修善积德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啊。所以善根无量啊！老和尚说，何况啊，你所修积的善根呢，你怕不够，那阿弥陀佛啊，又有威神加持你，帮助你，使你那个小善根呢，变成大善根。哦，这个佛的加持力不得了啊！哦，哎，临终见佛放光加持，我们的功力增加一倍啊！啊，我们平常佛号不中断呢，不但道心纯熟，啊，这个万德洪名能灭众罪啊！啊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垢障消除，不但道心纯熟，且可福慧增长。哦，所以还没往生以前呢，能老实念佛啊，这个法门殊胜呢。醒安大师教导我们在《劝发菩提心文》说了，暂持圣号，你称这一句佛号，胜于布施百年啊，一发大心，超过修行力劫呀。所以念佛是大福德哦，大因缘哦。发菩提心啊，哦，那是大功德事了哦。而我们求往生的人要发菩提心，哦，这个一发出来，超过修行力劫啊，而且还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哇，那这个小善根呢，变大善根了。这是学别的法门呢，不可能的，没有佛帮助。啊，我们这里呢，小善根会变成大善根，啊，所以不怕自己呀，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不怕。哎，确实有人会有这个担忧。啊，我好像善根福德不够，不怕。啊，甚至有人觉得，哎呀，我也遇过这样的长者啊。哎呀，我以前杀业呀，啊，做杀生行业呀，啊，这个都不怕，只要认真努力去修学了，啊，就像
啊，看到一个公案，永州，这是在湖北的地方，在一个佛寺的附近啊，有一个屠夫啊，那他每一次啊，都是清晨呢，起来杀猪。他变成习惯了，就是都被呢这个寺院的钟声呢，把他叫醒了。结果啊，这个寺院呢，有一天晚上啊，那个敲钟的僧人呢，梦到10个人来给他跪拜，求他啊。你明天可不可以不要敲钟啊？那僧人一看，这应该有什么因素啊？不然怎么会做这个梦？就隔天呢，他就没敲。这个屠夫啊，当天早上要杀的那只猪啊，他睡过头了，没杀。结果生了10只小猪，就这个屠夫呢，就觉得很奇怪了，怎么今天呢佛寺没敲钟啊？他就前往佛寺啊去请教了，为什么今天会没敲钟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僧人就把这个梦啊告诉他。哇，这个屠夫啊，很受感动啊！哦，你看那10条生命去求这个僧人不要敲钟了，他们才能生出来了。他从此啊不杀猪了，一心念佛了。后来他也很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所以以前的业再重不怕，不要自己呀、自寻烦恼啊、这个印光祖师做一个比喻啊，让我们印象深刻。阿弥陀佛是大愿王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就好像呢。他的愿力就好像一艘很大的法船，在海上，什么海啊？生死海。我们今天要过这个生死海啊，我的业很重啊，就好像一颗很大的石头，很重很重啊。可是只要肯把这颗石头呢？搬到阿弥陀佛的法船上啊，他老人家的愿力就把我们托起来了。我们业那么重，要过生死海，一定会沉下去的。但只要我们肯坐上他的法船呢，我们业再重不怕，都被托起来了，要待业往生。不要乱自己乱操心哦，好，肯念佛啊，什么业都消得掉啊！这个是清朝慈云灌顶法师啊，给我们做证明了。